中国派有两个，台湾派只有一个，台湾派一定会当选，对不对？这是毫无疑问，对这个土地上感情，一世人都是抱着一个台湾心，想要来改革这个都市的民主进步党的姚文智，另外两位，一个是有理有线，一个慢慢啊，唔知安怎叫我们开启两岸一家亲，因有理有线，甲两岸一家亲。下古年拢是虾米？你知无？拢是一个中国梦。中国派有两个，台湾派敢若一个，台湾派一定会当选，对不对？这是毫无疑问。